全国最多文化健康站的地方，给刘景光掌声，掌声也给我们台中县政府，对，掌声，哇，我们有77个文化健康站，也非常感谢圆明会对台东县政府的鼓励支持，我们一个部落一个部落来设文化健康站，77个，目前是全台湾最多的，今年还要继续成立，应该最少会成立到90站，哎，成立到90站。哇哦！